近来因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爆红，男主角宋仲基瞬间跃升为国民老公，而后关于他的旧事也被媒体一一爆出。近日，疑似宋仲基与前女友拍的大头贴在韩国论坛引爆话题。只见宋仲基在大头贴中与该名女子脸贴脸合影，而宋欧巴甚至还从背后将她抱住留影，两人看起来非常亲密，羡煞一票宋太太。宋仲基2008年出道后没传过什么绯闻，也曾说谈恋爱不会公开。近来他和宋慧乔因《太阳的后裔》据传假戏真做，双方皆否认恋情。不过宋仲基是非常专情的人，他6年前接受访问自曝：“我目前交过的女友分别维持了6年、3年、2年，或粉丝大散。”不过他表示说的三段情中并不包含初恋，他初恋在初三，交往103天后被甩。但他受访时曾说过：“我初恋女友虽然已经结婚了，但是我忘不了她。”对每段感情都认真付出的宋仲基，让许多网友羡慕，表示前女友们都超幸福。也有人认为大头贴中的女友现在一定后悔放弃宋仲基。